主料：西兰花400克，鲜百合100克，水发木耳200克。辅料：油20克，盐3克，淀粉2小勺，鸡精1小勺，水100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将食盐、鸡精、淀粉加适量凉水拌匀备用。锅内放食盐一克，食用油几滴，将西兰花过水焯至八成熟备用。锅中放热油，将菜放入锅中，大火快速翻炒均匀，将实现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，继续翻炒，见汤汁挂满蔬菜上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素炒时锦可以添加你喜欢的各种蔬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